对公司的安排，所以就剩一年就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再走这个房地产，但是没关系了。房地产吗？房地产，房地产，北普罗宾州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一次的安排挺好的，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多一起的照片，但是今天我跟两位女生也是差不多跟我一样高的女生一起，就觉得好像安排不错，照片出来也挺好的。阿 Frank 見到老婆今日著咁少，驚唔驚陣間仲親老婆？我也還好吧，因為沒有想象中那麼的冷的天，那沒有這麼大風，那就好。他很強的，但是他做完這個訪問就會穿外套。而且因為今天我也很多朋友也是有這個提名，所以我們的心情就被我們的身體就蓋過了。高涨。今晚大家第一目标是攞边个奖呢？我就是没有什么的期待，那我最期待就是罗靖宇，就会拿一些奖项，还有 Sisley 啊，还有阿来呢，明婷呢，那希望他的三个会有拿到奖项。对，其实我今天穿这个短的裙子，也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在明，希望可以用最快的状态。